星岛日报社论：美欧新一波新冠疫情出现恐怖式大爆发，只因美欧任由对人体危害性较轻的 Omicron 快速传播，以求尽快实现与病毒共存。咁就好似一场大赌博，未见成效就已经出现种种严重问题，包括医护人员严重短缺，部分确诊医护人员被迫翻工，危害病人安全。此外，接种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要承受更大染疫风险，为美欧的病毒共存策略付出健康代价。东方日报社论：港府日前宣布将禁聚令延长至大年初三，加上防疫抗疫基金大缩水，商界新春黄金档期泡汤之余，杯水车薪之助亦都不足以救命。当局防疫失责，致全港鸡毛鸭血亦就罢了，就连高官和专家亦是互唱反调、互打嘴巴，结果越讲越乱，越做越废，防疫一片混乱。专家话难以清零，一直奉专家之言为圭臬的港官忽然又紧守清零原则，市民听在耳里只会觉得这个政府一盘散沙。港府施政反复无常，下一个禁聚令的决定十分容易，但对各行各业却是致命打击。